chùa. Là trọc phần thù. Chứ là đi vào nồi phù nó. Chứ là bây giờ thay thù. Thay thù. Thông hệ giả. Thay thù. Thông hệ giả. Bố là mẹ吃了怎么太那个。就在上面看着，他就讲的那个，就这种状况。对，他闲得慌，就这些位置最痛了。嗯，我也痛这一些。这是不是又有堵隔了？是。哎呀，不能这位置再痛。你堵的越痛。你看那边，你那边皮又很紧。你那边我皮的就不对，你揪起来反正还没有那么疼，这肌肉疼。这话筒给走了，是没事啊？嗯，那太痛，连牙子路都是出来。你这孩子，那要是你就试了一个，真疼！你这边全都了，一下疼了，你说？哼。真的是是吧？嗯。伢要治标不治本，就等于哪儿都不哪儿。这里刮好，那刮到这个就刮后背，刮不？后背碰过你，颈椎。嗯。前面不用刮，前面是圆的。嗯。就俺这玩意儿不会。嗯。你听俺们有就啥吧。
这个事情还该我干啊！我在很多年前啊，我自己哪也不舒服，我自己就会觉得紧啊。真疼，真的太疼。一疼我也累了，我揪你这个身，我应该都是肉挤你了，而不是机器，或者是说，你看你这个。别激动啊！哎呀，我这边刚才一本那玩意儿，对，哎，你说这些药都去了多好呢，对吗？你这不都是穿内衣？你这不都是你穿内衣造成的？穿内衣睡觉什么的，女人裸睡是最好的。哎，你都是从感受我疼的来说吗？像这样就能救出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把你带多少年？什么？在这边多少年？半年了吧。嗯。你哪年人啊？两个。所以没人能打他。嗯，就是一次通不了是吧？但是你等两回事你就感觉到了。好，下次你就不要酒了。跟你好友就一次，这也不能说每个人都干，但是大多数从手里就痛经都不痛了，胀奶子胀什么？有事经常自己这样，哎，自己这个起性格，对。因为奶子是人最不常怪的东西。还有狗孩子，他妈就奇奇奇怪怪。发个眉毛也没那么多人，对吗？